1999年之前就推出了恋曲1999，就这样的一个歌曲从南到北都在播，那一下子大家就知道，哎，有个澳门歌手。飞机从机场直接就录音棚了。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黄伟林，出生于澳门。今天是录迎接澳门回归2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的片尾曲《满载》。风在苍天，地震一首儿歌。很久没有进棚了，特别没有在北京进棚录音了。现在可能90后、00后也不知道谁是黄伟林，但如果在那个时候的80后的，估计有还是有很多人会记得啊，澳门歌手黄伟林。唤醒沉睡的耳朵。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澳门就是我的老家。我们在澳门呢，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称呼，叫土生葡人。爸爸是葡萄牙人，妈妈是中国人。童年我本身就是在担仔长大，那个时候的担仔的居住的人数，估计这人口肯定会特别少。然后呢，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所以我爸爸当时分配的这个房子是在这里。这个是老邻居，宾主我宅。12岁的时候，妈妈因为生病了去世，离开了我。那因为我是一个人跟爸爸在生活，有一种觉得生活肯定会缺了一点东西，我就被音乐就吸引了，所以后来慢慢就走向这条路。1999年之前，我中唱广州公司就有一个想法，我们真想在澳门找一个澳门歌手，代表澳门去演唱回归歌曲。又知道我是好像看起来是混血儿，就推出了恋曲1999，从南到北都在播。那一下子大家就知道，哎，有个澳门歌手。很荣幸，就是一下子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当然就是两岸四地我们都合唱。演出结束后，我就开始知道，哇，他真的很影响力很大。第二天去机场走的时候，是真的好多人就找我拍照签名。其实因为很少澳门歌手到内地发展，所以大家的比较性也不多。其实我自己首先真的称不上什么歌王，我觉得这个可能夸张一点，可能大家对我一种尊重而已了。北京的全职发展呢，差不多4年，2004到2008，从澳门要飞回北京，5月4号，就是 NX002 航班，就碰到我现在的太太，就是认识她以后，想安顿下来，很强烈想安顿下来。聊起来可能会觉得，哎呀，对，很可惜啊，我没有太强求这个事情。我喜欢舞台，我喜欢有机会去表演，我喜欢唱歌给别人听。他经历了很多歌手给他带来的快乐，然后最后因为有了家庭回到了澳门继续工作，然后陪伴家里人，我觉得这些不冲突。我就完全真的过了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生活，回澳门就是回到这个公务员的队伍里面上班，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去经营一个家庭，周末带他们出来走走，吃吃喝喝，玩一下。就我岳母是山东人，我岳父是沈阳的，然后我们这生活已经差不多有10年。大女儿蒸包子、韭菜盒子，那个叫粉条，都特别爱吃。在家里的第一个语言是普通话，在澳门不常见。第二语言可能是广东话、葡萄牙语，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觉得我没有东北口味，但是有一些词儿可能会用到吧，在家里，比如说你可拉倒啊，别墨迹了是吧？唠唠嗑啊，去溜达溜达啊。这个怎么弹呢？那自己一直都很想在今年呢，为澳门创作一个作品，首次跟自己的女儿合作，然后让女儿也有一个录音跟金棚的经验吧。然后所以在澳门梦的前面呢，又加了一小段自己的之歌的一个部分，给澳门写一首歌来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交代，我觉得应该要献给澳门。这小小的地方，我的家庭
好像一切都从回归那一刻给了我现在的一切，有点夸张，但是它真的是这样。澳门杯荒其实还是蛮大的，在20年前澳门的工资跟现在对比来讲，但现在工资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失业率基本上才1%-1.5%，就基本上没有失业率。我很多时候跟人家分享，有没有想过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偏偏就是澳门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中国一个国家的平台，为什么就是你这么小？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澳门的这样的一个渊源。所以我希望澳门在这个融入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里保留自己的特色。我当然希望澳门呢就越来越好，我也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一头守候属于我们的梦想。